人就伫咧讲，爱安怎样来调心地意境，实在足重要呀。咱每一工对着环境、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心就是爱调回风，才袂讲定不知觉中啊，对境界一切呢起真多烦恼哦。因为咱有烦恼啊，所以呢起着种种迷信，做着真多呀错误的代志。所以因为安尼，咱应该爱忏悔。那忏悔烦恼障，忏悔呢，就是烦恼障哦。啊，有真多的烦恼啊，就是将一念无明起。所以咱从即马开始，定定爱去忏悔心嘛，因为烦恼呢，就会予咱有障碍。所以咱必定呢，爱警惕自己，时时起一份忏悔心，处烦恼该将已去。其实呢，这个烦恼啊，拢是将已咱的心已去啊。所以吃好到底是安怎呢？意业去过即心已扣随之，咱在那伫咧讲三业，三业，这个三业啊，上重要就是从心升起业。这个心，咱的一念动起来呢，后面对着来呢，是心扣，心啊是动作啊。一念无欢喜的心起来，咱的表情，咱的动作，你看人若伫咧无欢喜，你看面相就真歹看咯。做起工课来啊，提轻卸重啊，起来物件伊安尼提起来，随手呢，当当都甲伊卸落去，真诶。就知影讲，这个人内心啊，起意呢，就是真，伫咧发脾气啦，无欢喜啊，这嘛是啊，将意业起，所以呢，身躯的动作啊，都安尼出来，这种的动作，是啊，伫日常的生活，唔知呢。起几遍啊？因为啊，咱做人一定爱做事嘛，做事一定爱甲人斗阵嘛，甲人斗阵呢，别人做无一定是咱定义的，别人讲的无一定呢是咱欢喜的，所以呢，这个意一起来呢，身躯的动作真明显啊。除了心以外呢，那就是口啦。一句无好听的话，心都发起脾气来，来回一句倒转去呢，那比对方予咱听到搁较歹听的话，这口啊就是安尼。心若是对这个人无欢喜，自然啊，这个口就随便讲话，到处去烦恼是非啊。这个口业嘛是从意起啊。咱若是意无叮当，外面的境界不管安怎，咱这个意业不动啊。自然心业口业不起，所以我才跟你讲，
咱的时时雕好咱的心啊，那咱的心来当雕干呢，对境不动心，那阿弥呢，咱的修养就好了。今日真多真多年前啊，有一个家庭，小姑、阿嫂两个人感情真好啊。这个小姑呢，伊感觉这阿嫂足好诶，但是呢，家己诶老母啊，对阿嫂真歹。不管阿嫂做偌好好，大家啦，伊都这个大家呢，安怎样都袂欢喜，甚至呢，时时呀、都讲话呢，安尼个口口声声。但是啊，这个小姑听到都真气啊，都会对家己的老母讲：，这安尼你都唔对啊，阿嫂安尼是无唔对的。啊，老母都阁怒受气，啊，这个阿嫂呢，就会甲小姑讲：“妈妈讲安尼也无唔对啊。”小姑就讲：“你哪会遐憨啦？妈妈讲这句话呢，就是你咧嫌你安怎安怎。”阿嫂就讲：“我无感觉呢，我感觉妈妈讲安尼是对的。”所以这小姑呢，就一直感觉讲阿嫂足戆的啦，老母安怎讲伫咧甲口说的话，伊拢听无。所以有一回，这兄嫂小姑带来，小姑当然就一直侮辱阿嫂嘛，一直拢讲老母安怎无好。我就问这位阿嫂讲：“啊，恁大家对你安尼，啊，你敢拢无感觉？”伊讲：“师傅，我真正无感觉咧，我都感觉讲吼，我可能是做唔到大家才会念嘛。我感觉讲这是应该的，我无感觉咧，我就搁再问伊一遍，你敢无感觉讲安尼真正的郁卒，互人冤枉啊，或者是安怎？”伊讲：“那有啥物冤枉呢？啊，四大人骂咱，啊，咱若准讲是对吼，伊若讲咱唔对，啊，咱都卖甲听就好啊，唔对的卖听啦。我敢那知影，我做对就好啊啦。”啊，小姑就阁讲，伊讲迄吼，唔是敢那讲伊对甲唔对呢？定有当时阵吼，安尼伫咧甲糟蹋，伊嘛讲伊听无啦。去当真，我就讲，我讲啊，实在讲吼，恁阿嫂是足有智慧，你一直讲阿嫂憨，憨的人是你啦。伊讲哪会是？我讲对啊，不管妈妈安怎讲，阿嫂呢，安尼想的是对，国家安怎啊？嘛是时代，就是家己呢，做对，家己知影心内做对。时代若讲唔对，啊，咱都卖去甲伊对，哦，卖去甲伊应话。过去了后呢，妈妈就知影讲哦，阿嫂做的是对的，伊都卖去听伊讲咱唔对的，卖听嘛，家己知影对就好啊。啊，若讲糟蹋吼，恁阿嫂都无感觉咧，伊听无啊。代志若久啦，听无就好啊啦，啊何必你呢？都替伊受气呢？啊，替别人的错误啊来惩罚自己，迄甲你也无关系啊！你甲人气啥嘿？想想来讲，嘿有影吼。啊，其实我对阮大家吼，我一日看都爱甲伊相骂。啊，因为吼伊讲的话我拢听有啊，所以我都会甲伊辩啊。阮大家都足生气的，我感觉讲我是对的啊，
哦，是啊，啊，恁阿嫂拢唔捌甲恁老母相骂过啊，安尼呢，是毋是家境平安，相安无事？恁阿兄好做人啊，啊，那亲像你呢，听有，逐项都听有，甲大家呢，都安尼不断啊，该安尼互相针锋相对。啊，恁先生呢，伊讲，恁先生定定嘛讲，互伊做歹做人。亲像夹心饼，讲是啊，何必啦？安尼是你较巧，还是恁阿嫂较有智慧？哟嘿，我就是我偌巧嘞，即摆呢，我知影我唔是巧，安尼阿嫂有智慧。看，这啊，这个心甲境啊，是安怎来分辨呢？有智慧的人，心。就袂去予境转去，不管人安怎讲，家己认清楚，我是对的，那就对啦。这就是智慧吼。啊，但是咱若唔对呢，人若甲咱讲，咱应该呢感恩咯，赶紧改过来，嘛无虾米代志啊。所以心唔通去予境动，因为呢，咱心嘛。那去予外面影响，咱真紧的心业、口业都会堆出来，所以一切呢，就是从意，因为呢，意业起过，即心意口随之而动，因为意业起来吼，所以咱必定爱真注意吼，意业有三，这个。意念的有三，一食健贪，什么叫做健贪啊？常常爱提一句的譬如。贪无止境啦！啊，有尽的欠到永远的，迄、那个贪念未断的时阵嘛，真正是苦啊！有求必苦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坚持呢，就是讲有的入来呢，伊都唔敢阁下出去，因为伊永远拢无够嘛。就是永远无够呢，伊都唔敢用出去。伫中部有一位呢，已经是啊硕士学位，也嘛捌去伫某一个大学做过教授。啊，伊嘛是啊，少年的时父母都是栽培伊去国外读做取得学位，所以呢。已经是硕士学位啦。伫大学的时阵，伫咧教书啊，熟悉到一位教授老师，两个拢教授啊结婚啦，啊嘛有囝啦。后来呢，因为伊的爸母伫啊乡下哩，迄当阵有一回倒来看爸母的时。伊感觉讲，这乡下的生活呢，这是真正我想要爱，所以从安尼开始，等来看爸母了后，再也无爱过去都市，也放弃了教书，所以呢，从安尼就失退迄个教授的机会，就失掉去啦。像安尼呢，回来甲爸母住，啊，爸母呢一年一年老啦，所以老爸过身啊，过无老久呢，老母也过身啦。那剩伊家己一个人，伊感觉讲，安尼的生活嘛足好个呀，唔免负担嘛，啊，唔免为着家族伫咧伤脑筋啦。
也也唔免阁有一个家庭拖累呀。某啊，囝啊，逐天所看到的呢，拢是烦恼事。所以呢，伊感觉讲，伊还是呢继续住伫迄个乡下，日子呀、啊，岁月不留人呐、啊，就是安尼一天一天过啊。伊就是爱看书，逐天都是伫咧看书，周围的环境呢拢无管，看忝啦，倒落就困。那精神啊，腹肚枵呢，凊彩食一个，所以变成了厝内底的垃圾，参加伊本身的规身躯也垃圾啊。邻居呢，有当时感觉讲啊，哪会安尼遐可怜呐？啊，哪会变成一个安尼的人？有时阵呢，都会摕一个物件去回家。款呢，规天就是干那看书。社会局感觉讲吼，安尼的环境会影响周围厝边头尾隔壁，这卫生呢实在是原来是一项大问题。所以啊，想要甲伊办去养老院，伫伊的户籍去甲伊看起来呢，哦，这怎样？伊是拥有几千万家财的人，但是呢，他就是因为这个心嘛，也痴啦，也嘛是吼，有嘛未晓用啦，唔肯用，所以这也是一种的烦恼啊。虽然伊无要过去贪什么代志。哦，无有虾米款的斗志呀！啊，有一欠到伊袂去想吃的啦。不过呢，伊收到伊有遐尼正多的财产，但是呢，伊都袂晓要去用，连家己的生活都袂晓要去用嘛。何况讲会晓甲应用的付出呢？所以这是坚持呢，是。幼而不用，安尼恶修掉咧，这健谈真正嘛是真辛苦的代志。家真肥，真肥呢，都是发脾气。这大家人拢知影啦吼，咱平常的人养成了这种爱发脾气的习气呀，真正嘛是真苦呢。各位，修心养性，修行就是要修咱的心，养好咱的性啊。唔通动不动的都爱发脾气，真正发脾气呢，是一项非常辛苦的代志。再来呢，就是气气压哦，啊，这个气呀、啊，就是无明白道理啊。世间啊，有偌尼真多呢，就是因为气，所以变成了这种。情啊，爱啊，爱分情仇啊，勾结不清啊，咱这种痴啊，痴念实在是足可怕的吼，迄种的情爱沦陷无明，所以不断的，或者是心啊，迄个无明一直产生起来，这种就是叫做痴。都是无明，起的无明啊，也惹成了呢真多的烦恼。所以，因为有起暗故，起自邪见，造自不善。
可怕，敢那一个意业啊，伊会去他妈真啊气啊，尤其是这个气啊，伊呢会造成这个邪结，真多恶业都是从这个无气无明。其实这个气字呢，就是真正的无明。所以讲起来，义就是因为无明，所以会起他妈真啊气啊哦。然后呢，最重要就是因为了无明，所以才有贪心。也就是因为呢有气暗的无明，所以人生啊也见解才会偏差。人生见解偏差偏狭，先呢的道路啊，就会偏对恶的去。所以咱正知正见是真重要，但是呢，无痴无明啊，对引导咱呢，将正见给咱引导对邪见去。各位，学佛啊，上重要都是爱端正。咱来修心养性啊，端正行为，安尼才叫做真正的修行啊。菩萨的道路是空中的道路啊，一条的大正道，所以咱应该呢，爱坚心立志，往这条呢空中的正道好好行。所以请大家人爱精进嘛，但是呢，一点啊都袂用的偏差，爱好好顾好这颗心嘛。